虾米？敢会当耽误你一段时间？咱大汉了，头一届拄着。就是伫咧天桥。你找我，应该袂讲假。你感觉就无关紧要对无？是啦，我这个人就是安尼，拢介意一寡无关紧要的代志，顶多是别人咧追求的代志，我一点仔兴趣拢无。跳伞场伫咧恒大，大家拢想要做董事长。我煞感觉就无聊诶，你真正拢看袂着，人生真正诶风景。你有你诶想法，别人有别人诶想法。每一个人拢有家己想要过诶人生，想要看诶风景。我要到顶楼啊！煞毋是家己拍拼，是命运甲我煞来遮。啊，毋过我安怎？我看到的就敢那是一片屋顶，看袂到人真正的温度。啊，不过你煞看到生命另外一个温度。其实我早就知影咱无适合，啊，不过为我开始爱你，我就小心心你。你总是当为着家己想要追求的代志，安尼勇往直前。我煞无迄款勇气，卡苏咱拢失败啊！但恁这段失败的婚姻，会当互咱学着啥？到底婚姻是爱情较重要，还是激情较重要？婚姻内底的激情确实小重要，啊，不过卡苏婚姻内底就敢若纯激情无爱，那安尼迄款的婚姻。也无法度顾得，所以咱才会无快乐。既然你的心内底还阁有焕然，为什么无爱给你家己一个机会，去清楚看卖？即卖我上重要是爱给我家己找倒来。咱找伊转来，但是无法度，就继续找啊！我相信，只要你愿意找，用心找，一定有法度把原本的家己找倒来。我搁开始认真你啊！无啥物头好认真的，你嘛会用啊？卡苏。要去顶楼是你所想要爱的，但呢，就把原本的家己找倒来。我你看，即马就是你放下的时阵。你这建议真好，真正就好。姐妹，多谢你，会当跟你安尼好好讲话，对我来讲是最重要。我嘛真多谢你，这几年对我的付出。我不遗憾。咱互相就好。
伊帮你等，甲你原本笑容找倒转来。